哇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潮。那今天呢，收了几个鱼有侧纲的珊瑚哦，那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觉得哇，真的是太幸运了。哇，首先哦，来看第一个，哦是一个米粉。哇，好，等一下把它放。这个米粉哦，也是超级无敌霹雳大，而且超级无敌霹雳多头的，真是太幸运了。这是一个，哦，这个的话哦，是一颗超级的大花环，这花环没有什么可看性的，来先放着好了。哇！哦，第再来哦，这个哦也是米粉。那这颗米粉的话呢，有非常非常的多头哦，它好像是一种淡绿的米粉吧。好，拔出来，大家看看。长这样，哇，真的是超巨哦！啊、这边好像还有吧，就长这样子。而且这两颗米粉啊，它都是长须的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超级大的狼头啦！哇，这个狼头是属于麦状的哦，那真的是比手还要大、啊，一个大概25公分吧，超级无敌霹雳大。超级大狼头，所以收了两个长须米粉，一个大狼头。哦，这大狼头大到爆，我觉得还蛮幸运，能收得到他们。然后他都好像都养了很久了，所以东西都还蛮不错的，供肉啊什么的都还蛮好的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那我要把一些东西给清掉。然后咧，去把这些东西给放进去了。哇，结果啊，这个我把它摆好之后，这三颗这个狼头、哦、整个开到超夸张的大颗，这么大一颗。我这只小丑鱼其实原本就蛮大的，在这边跟小朋友一样。然后还有这两颗哦，哇，也是这样子随风飘逸的，超级大颗的两颗米粉。而且还开很长啊！我这一颗啊，原本以前我就觉得说它的还不错了，结果跟他们这两颗比哦，根本大巫见小巫，这个又粗又长的须啊，